想回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很想回家。爸，爸，他们约我不准回家。你找谁啊？为什么跪在我家门口？贵人是谁啊？你为什么会有我家的钥匙啊？我是这里的屋主，当然有家的钥匙啊。他们把家卖给你了？他们为什么把屋子卖给你啊？喂，喂，他们为什么把屋子卖给你啊？